如果十分是满分的话，你们会给自己打几分呢？给我给六分吧。然后呢，另外七分是给我未来的对舞台的一些进步。我给我自己七分，剩下三分。也是给舞台的，但他进步空间可能没有我大，因为他已经就是几乎拼尽全力了。OK， 我们进入下一个问题。在整个过程当中，有没有一些比较记忆深刻的瞬间？教堂装衣柜，因为我们买了什么衣柜啊，然后鞋柜啊。有一次我记得他就是装了一个多小时，突然就哭了。我说为什么他哭了？然后他因为他装反了，他就开始坐在那边爆哭。他特别喜欢就是给宿舍里面买东西，就是经常就比如说什么擦脸巾啊。关键你知道他买的有多夸张吗？他一买都几百，就几百个买，一买那么一大箱，我们宿舍从来就没有下脚的地方。这个厉害了，这个厉害了。而且我规定就是一次性浴巾，它至少要用三次以上，对，不然的话玄关姐姐拿快递就太麻烦了，我多心疼你们。就是在大家相处的过程当中，从认识前到认识后，给人印象或者说反差最大的，你认为是什么？反差哦，有很多是分阶段的，有那种第一眼看上去，可能觉得他比较高冷啊什么的，但是第二次接触的时候，就发现他其实挺活泼开朗的。你在内涵我吗？不是，这个我说是孔雪儿，但这个就是大家都知道他们，就看起来比较高冷，其实是那种傻傻的那种笨美人的那种感觉，还有一些，看似比较活泼，实际上挺文静的，那就是我了。我身边玩得好的一些朋友们反差都挺大的，像陈星啊、林小宅啊什么的。可能因为疫情的原因，然后我们在一起待了很久嘛，然后刚开始来的时候，就处台的时候，可能很多人的性格感觉都是比较冷清的、观望的感觉。但是现在就是大家熟了之后，有很多别的情感在了，就状态都是不一样。那在这里呢，最后的一个问题就是，你们有哪些话想要对你们的粉丝说一说？谢谢我的粉丝们，就是辛勤的为我助力，熬过这一个多月出来，我们就是前途光明。规划好了都。非常感谢粉丝们，也之前透过不懈，我也看到了那些一些，真的特别感动，就很幸福的一种感觉。然后这个时候我就觉得我不是自己一个人了，然后也可以带着你们对我的期望，然后继续。